你还在干什么？白猪吗？你还听着白猪啊？我是开玩笑的吗？但是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呀。我没开玩笑，你不是说你妈有雷猪吗？啊、我是白猪。那么俺妈雷猪耽误你在这猪了吗？不耽误，我就是不太想和你妈谈一些事儿而已。俺妈雷猪只是偶尔做做饭，她也没有说要跟你谈什么事儿啊。你不要不承认了，我都知道她想谈什么事儿。我感觉你想的有点多啊。你为什么老是不承认呢？啊，不是你自己说说，你跟着陆成那个约着的时候，那么多活儿得干，那爸妈没有一个来帮忙的吧？写着就说有来做两天给你做饭，而且没别的事儿，就是来给你做饭，你觉得我信吗？发现你这个人哈，挺容易胡思乱想的，真的，这是你一个毛病。写的是农村农忙最忙的时候，他们天天在家干活儿种地，哪有空来帮我干？现在这好不容易干完了，心思是吧，来帮我煮煮饭分担一下啊，然后仅仅是来租一下，你有这么大的反应啊？绝对不是啊。你那先别办了，这样呢就是先着些谈谈心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误会，就句话的事儿，是不是啊？煮煮煮煮煮，你指哪方面？哎呦，行，那我这谈谈心嘛，算。那么俺妈来你就这么不欢迎？这是你的家，轮不到我欢不欢迎。那就是了，那你为什么要走呢？我就想在闺蜜去耍耍，来谈谈心，怎么了？我太了解你了，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行不行？让我幸福的理由行不行？啥话都不会啥话，反正实话已经说了，信不信于你，更何况我现在和那爸妈也没什么有聊的，我这家待着干什么，怪尴尬的。他们人是农忙完了，第一个来看看我，正好你也在这儿，是吧？跟你聊聊家常，这个无可厚非啊。我跟他们现在能聊的是至于私吗？至于结婚这个事儿啊，我不想聊。那聊聊有啥目的了？现在不是你想不想结婚的问题，是我不想聊这个的问题。你直接都说了，结婚拿不出那么高的彩礼来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把钱都花那个月子上了，光改装一下就花了40000多，还不是你买的那？我花多少钱？干嘛来找你聊聊天儿？有关系吗？有很自责的关系。你想的也太多了吧？啊，就算有关系，是吧？那你把你的想法说说，给他听听呀。那又怎么了？我的想法，我之前一点都跟你。再给你啊，但是没那么多钱呢，这态度满意吗？那家的态度最嬉皮扫脸的是吧？俺家那个态度就是可以给嘛，你有多少给多少，但没那么多钱，不行先打个欠条。
自己本身呢，说实话又有点自卑，所以就想提一下这个15万的彩礼，看看他们会是什么态度。结果一上来就啪啪打脸，一上来就说不行。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能够懂我的心情，有些感受呢，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